呛死球也放下去了。第一球就出手在左半边的飞球，来看看最后出去了。哇，是一个三分炮，刚刚好出去。蒋志贤本季的第八轰，这时候来了一个三分球在左外野方向，一棒来逆转比分。现在红袜悍将反倒是取得了3-1两分的超前。我刚刚还差点被这个乐天桃园的观众给骗了，我怕比界外，但想说不对，应该是掉到界内去啊。他当然要比界外。蒋志贤这个时候是打第一球，打了一个反方向的三分炮。我觉得这个球说真的，要打成全垒打，除了击球点要好之外，他的力量真的要够大。哇，这一球也是打反方向，在左外野非常的深远，有没有守备的机会？跳起来没有，一去不回头。林奕泉紧跟着蒋志贤的背后啊，敲出了背靠背的全垒打，都是在左外野方向。而且两颗球的击球仰角其实都并没有很大，都是这种反方向来看的话，其实有咬中球心的飞球。Back to back home run， 这个时候林奕泉也开轰，现在帮助富邦悍将是取得了4-1三分的领先，不打则已，一打就是一个背靠背。前三局投的风平浪静，然后第四局的惊涛骇浪，这是林奕泉本季的第16轰，双杀打对气势来讲很伤了。哦，这一球再起来，在右外野方向的深远位置，爱的迫降在右外野方向。王振堂这个时候不多不少，刚刚好两分炮扳平了战局，本季的第3轰出炉，6-6，厉害。投手其实也失投了，那王振堂这个球确实咬得很好。关键的两分炮一下子就让比赛回到了原点，双方6-6战成平手。哦，精彩的比赛啊，来到了后段，高潮迭起，让乐天桃园的开心只有一下下，在八局下半又被富邦迎头赶上，一直状况都很好的一个变化球就已经失投。今天富邦悍将单场是出现了有3发的全垒打，而且是打下了目前为止全部的6分。对，他抓本垒，他不能够守在原来的位置，所以他有一点点曲线。这球打击出去，在左外野方向，不用追了。来看一下最后的落点，再见满贯炮！哇哦，高国辉不但是代打建功，一棒打出了再见满贯炮。Oh my god！ 最后是以10-6，在9局下半当中哦，戏剧性的击败了乐天桃园，不可思议，太神了，真的是太神了！高国辉最后在帮助富邦悍将啊，9局下半代打，以满贯全垒打的姿态跟对手说再见。中场富邦悍将正式以10-6击败了乐天桃园，也请观众朋友再简单休息一下，待会马上就回来我们的赛后 MVP 颁奖时间。看完影片后记得点击旁边的图案订阅频道，订阅完后呢记得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才不会错过我们每一个麦卡贝的精彩影片哦。